来再试一下，尽管我中间有很多次没有校准对啊，但是啊，但是你只要校准了几次，他的那个加速又会上来的，并不是说你失败一次就要从头开始啊，它是直接是只减，比如说你现在是79层，对不对？那你失败一次的话，那就变成78层，再失败一次就77层，但是你如果再对一次的话，那么又会加，所以只要你对得多的话，那么就一直会有一个比较高的加速啊，知道吧？如果你对的比较多的话，那么就算你中间错了几次也没有关系啊，你的修机速度还是会很快的。我们可以再试一下。刚刚尽管我们爆了很多次点啊，但是这个角色不爆点也不太可能啊，不爆点也不大可能啊。来。看没有，一直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加速啊，确实挺快的啊，这器材节奏好快啊，我感觉啊，盖你头哦，然后再来试试它的一个加速啊，给你们看看。没加起来，没加起来，不好意思啊，再来一次啊，没加起来啊。他怎么会是六轨位啊？当然，实战中可能是个6轨位啊。跑地窖是个小能手，你们看。